好，智慧的东西把它带走。东山小啦，是东山小。那可以想我吗？哎、欸，这次你们觉得难度怎么样？这是一个炼狱级的。这边直接打。偏难，我也觉得偏难欸。之前炼狱级都很简单啊，什么太上老君啊，那不知道什么奇怪怪的东西。还是我把它玩得太难了。其实根本没这么难，是我玩得太烂，是吗？没办法，神族他追打的卡太少了，只能放祭祀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这边一个暗珠，哦，这边一定要把血回满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开一个祭祀哦，然后开到什么水柱洗手啊，水柱洗手，应该也是不用开到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直接打就好了，水柱洗手。OK， 非常够。下一关先攻哈，先攻。我看一下哦，先攻这边的话，开个龙科好吧，不要开个九凤网好吧，反正等一下应该用不太到。新珠水珠记好，新珠木水珠是新好、哦，水起手不要削到木，水起手不要削到木。什么？新起手不要削到木，新起手不要削到木。好，不走了，新起手不要削到木。新起手不要削到木。新起手不要削到木，哎、欸，不行，削到木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带走它，其实也是一直新起手啊。木珠用叠的其实也可以，木珠用叠的也可以。其实这边可以省一下技能耶，我觉得省一下技能。新起手不要削到木珠，新起手不要削到木珠。
新骑手标枪木族。新骑手标枪木族。新骑手不要笑我。欸，我现在没空管聊天室啊，先不要吵架。我你们看不出来我现在打得很紧张吗？没有办法去思考其他事情。等一下按等整版变那个问号吧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这样子哈。直接开这个。等一下，有几个技能？机士两个技能可以挤吗？这个一个技能可以挤，这个一个技能可以挤，所以是没问题的嘛。那我这边可以先开一个这个吧。OK。好，再来王一，王一。王一，王一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要把那个按的那个挤掉嘛，对不对？四个技能，好，挤掉哦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子消到暗珠也可以哈，这样也消到暗珠也可以，上去。有没有？这样就过了。那接下来最后一关就简单啦。水珠骑手。水珠骑手，然后还要弄到这个，还要把光珠消掉。我看一下啊，水珠骑手啊。没有消到减伤啊！操你妈的！啊，你们知道这边有点麻烦啊。你要消到暗或者是心，然后还要水珠骑手，然后还不能消到光，哦，这要叠。哦，水珠骑手一样，水珠骑手。啊，这边有消到暗的嘛，所以 OK。哦，这边有消到暗 ，OK。啊，不要消到光。哦，水珠骑手，哎，没有水，有水有水。水珠骑手，然后不要消到。光，然后要消到心或暗，这样才有减伤哦，不然就死了。水珠骑手，然后消到心或暗就可以了。然后光用叠的，哦，这一关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蛮吃技术的。之前好像没有出过这种，哦，一样水珠骑手，消到心或暗。那光的话就不用消了。我刚刚忘记那个减伤了啦，忘记减伤的事情。好，这边的话一样哦，水珠骑手消到心。好，没有光了嘛，所以就直接放手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们在打的时候，如果用这队打的话，就注意一下，不要消到光珠哦，这样子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就直接这样子吧。啊，不能消光嘛，对不对？不能消光，反正最后一回合了，哦，直接起来，这样就过了，这样就过了。这是可以临死的啦，啊，不是一个手残啊，就是这样子。